火山火海火焰高，烈那么钢铁烧，又出烦恼多敢跑。火焰解说来到了，我的妈，我看到了他的胸腔，打死你我！好，咱们上回呢，终于得到了耐久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咱们干嘛去呢？回家去，躲开躲躲开，这什么呀？冰霜行者！哎呦我的个妈，我的个，全是好东西啊！这个生命窃取最高就二级，水下呼吸钻石。哎呦我的个妈，那是带回去啊还是咋的呀？钻石先拿着吧，钻石、青金，不是那个绿宝石是吧？别的先这么留着吧，黄金拉倒吧。冰霜行者穿透，你躲开呗，这个也是好东西啊。冰冻新星啊，这能干嘛呢？能把它定住啊，就这样，你看它不动了，看着没？冻上，然后它会持续掉血一段时间。撤，咱们赶快啊，附魔附上啊。好，咱们得到了两本这个书啊，这还能往上叠加吗？这个就是咱们得到耐久山，小伙伴可能觉得耐久山有啥了不起的是吧？它本身是无所谓，不过可以往这个书上放啊，这个没用啊，这个。为什么呢？这都二了，叠加不上了啊。那这个书呢，咱们还是留着当宝贝留着啊。这往哪儿放啊？这金块，我天哪，这样呗，钻石都没地方放了吗？钻石落落吧，绿宝石也落落吧啊，这样没地方放了，这样呗。再来，然后绿宝石也是啊，咱们还得消费啊，绿宝石有用啊，干嘛呢？这个绿宝石咱们还得买那个建筑方块，这儿的啊。这个坑呢早就应该完结了，就是因为它，我怎么这怎么还有钻石啊？哎，我怎么还有绿宝石？我看一下啊，这个破书。这个书扔这儿吧，反正你能看着啊。这个是咱们的主角是吧？还有这个耐久啊，这些破玩意儿就送过去吧，这样呗。哎呦，越来越乱了，这样呗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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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扔了。剑我得留一个，我们是无限的弓啊，留一根就可以。破玩意儿，黄金，我都想给扔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只能是这样了，是吧？哎呦，我的个天，这样呗。然后呢，绿宝石再来点。哎呦，我的个妈，好吧，我要显摆显摆是吧？这样呗，太多了，只能做成块了是吧？可以。行了，别嘚瑟了。好，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啊，这样，然后呢，放到这里边太多了啊。还有啥？没有啥了啊。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要给他附魔啊，得需要30级才能把耐久安上去，然后加经验修补。这个书呢，只能附魔、经验修补还有这个耐久啊。那咱们走吧，咱们升级很快啊，没那么麻烦。走，刮去。这儿啊 ，OK， 来吧，14级得30级是吧？加那个耐久啊 ，OK， 这本书可厉害啊。它是可以给任何的动物都可以生物啊都可以附那个附魔镀成膜，就是火焰身上这样。哎，我的附魔怎么没了啊？我的镀膜没了。当然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等会儿啊，先变成30级啊，先别着急啊。OK， 快点呗，打死，瞅啥？瞅你咋地？打死，23级，打死。你们看这小地图这黄色的点没？就是源源不断的末影人，打死，25级。哎呦我的妈，可以啊，26级。这吸收这个经验球慢呐，太慢了。OK， 嘿啊要30级，快点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就是咱们给附魔的啊。好，30级了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你们可能有点不明白是吧？这书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看啊，看着没，我把衣服都脱了，是这样的，镀一层膜，看着没？这个书上有什么它就有什么，什么力量啊什么之类的吧啊。其实这些字我不认识，反正就有好处就对了是吧？好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往他身上贴呀是吧，书给我先放书，然后先把耐久给弄上 ，OK， 然后呢，再把经验修补，过于昂贵啊！我这还没加完呢，不是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好像有点瞎了，小伙伴，我再用一次啊，小伙伴们，耐久不是，等会儿，耐久没用了，小伙伴们，你看我再给他镀一层啊，这耐久掉的是一样的，耐不耐久三是一样的，苦苦寻找的是吧？理想中的东西竟然是一点鸟用没有啊！有办法补救啊，因为他没有经验修补，这很危险啊，这样呗。过于耐久也不让你不行，我得开个创造啊，我耍赖一下啊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过于昂贵是吧？这样是可以解决的。那这样呢？57级能，大伙伴们，57级到底能不能附魔呀？咱们试一试行不行？不过咱们等级差的很多吧？我看看啊，时间问题，那我就耍赖了啊，看呗，耐久三加经验修补啊，没用啊，什么鬼呀、啊？这书上说它可以这个附魔，那个什么的耐久的。你附魔耐久，你这有什么意义啊呢？是吧？咱们开了创造，咱们赔吧，能赔的都赔了啊！谁让你开创造了？赔了啊！太狠了不对。好，那我扔了啊。六个绿宝石，一组钻石，一组绿宝石，一组啊，几个了？三组了吧？四组、五组、2个绿宝石块，然后19个钻石块，撇吧，都给你，这个黄金给你，破书也给你。哎，我都不赔了，别让你作弊了是吧？还有啥？金块。行，
呢扔了，这样呗，一个一组金块可以。为了这一本书啊，太坑人了啊，小伙伴们，耐久没有用啊，这个得修是吧？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这期呢我们就这样吧啊，我们的结论就是耐久没有什么鸟用，好吧好吧。